2021闽南传统艺术巡演众将出巡，撼动武林，众神齐服，拍台笑，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开台秀。原地开秀，小朋友坐好，第六戏领盛会，领后宫，顶起盛会团兴旺，发起后宫艳艳光，顶起盛会团兴旺，开摆大吉利。
声叫神机，有缘定定心的感应。全岛呢，再给我们最大面的令旗，掌声。
旗，真的符合我们今天撼动武林的精神。也谢谢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的系列2021闽南传统艺术巡演。上古百年文化，镇豪。即个战场是咱的将军阵，是咱的将军阵。那么右手，大家都知影，咱的新将团同阿边，有咱大神阿妈、细神阿妈，原来就是安尼生。那么细神阿妈就是咱上太子，进宫换粉去你宫拜啊，后朝传信报同事。那么现在市场在咱舞台上，是咱的将军阵，右手就是咱的大神阿妈吼，将军阵，将军阵，咱就四大将军在咱舞台上。那么两位将军是咱天祥血脉流流，无甲先锋，千里眼顺红泥，有两位将军心爱双鱼。是咱来入庙拜，入庙来时阵，中午迄个吼，新春行的中门，门神拜有咱的门神点点，但是咱的威力叫进上宝。即摆咱的上军阵，受上军在咱舞台上，伫咧破功大道，行好伊代表一年四季平安顺利，咱行好四甲行好春。好咱大家家庭美满幸福，趁钱拢有剩。咱受上阮破功大道，32天光，72地煞，脚踏四方，风风吉利。全场的朋友，好不好看？开台秀真的是很棒，对不对？来给我们掌声。我都要学那个玉林哥，沈玉林 OM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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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么好看？每一次九天民俗集团